就是你们这没有吃的东西吗？您别怕，妹妹，我不是啥好人的啊，不，我不是啥坏人的，我是好人，我不是啥坏人的啊。你这没有啊？什么？没有。没有吃的呀。嗯。哎呦，那咋办呀这？你还没吃晚饭吗？还没吃呢，我这。哎呦，我就想来你们突然找点吃的，谁知道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。我们家也吃完了，你车上有煮饭的地方吗？我车上有那锅碗瓢盆，就是没有那柴米油盐啊，妹。啊，是这么样的啊。油盐我们家倒是有。您家有是吧？有。那方便借哥哥点吗？方便借哥哥点吗？啊，哥哥不会白要你的，行不行？啊，行吗，妹妹？嗯。您看我这开着直播呢，我直播间一千多人可以为我作证了，这。哦，你啊，开直播呢？对，我在开直播。你直播？啊，有一千多人。一千多人呢？啊，一千多人。嗯。行吗，妹妹？那你应该不是坏人。我肯定不是坏人啊，妹妹。妹妹。我问一下啊，就是刚才您在这干嘛呢？您在那厕所干嘛呢？啊啊！上毛丝啊！上毛丝啊！上毛丝？什么毛丝呀，妹妹？什么叫毛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叫毛丝啊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啥叫毛丝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你们这房子，我刚才就看到您这房子里冒着光，然后您那狗子就跑啊？他跟着您来，您这，哦，茅厕，妹妹，您说的这茅厕是厕所的意思是吧？哎呦，哥哥现在才知道，哎呀，妹妹啊，就是，您上茅厕，您这手里拿着啥呀？这树叶、棍子，您这干嘛呢，妹妹？哎呦，来，你也会吹树叶是吧？哎呦，来，妹妹，您帮哥哥拿着这手电一下啊，哥哥跟您比一下。我看你肯定也会吹一下啊，来，妹妹，您什么呀？您帮哥哥拿着这手机，哥哥吹给您看啊。您看好啊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准备好您的掌声啊！我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啊。云南这一边，非常有的这种，非常就是怎么说，流行这种原生态少数民族一种乐器啊，一片树叶啊，云南这边的朋友教我的，大家看好啊。行不行，妹妹？有没有您吹的好啊？有没有您吹的好啊？有吗？我不会吹啊。啥？还您啊！我不会吹啊。您不会吹？啊。您不会吹，您拿树叶干嘛呀？这啊？我这。每个人都会，您来试试啊！您能吹的响，我都跟您信啊！这阳光正好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就不会。您不会，你拿叶子干嘛呀？这。上毛丝用啊。啊？上毛丝用啊。什么意思啊，哥哥姐叔阿姨们，上毛，哎呦，妹妹，嗯，您别跟我说您上厕所拿这东西啊。对呀、啊。呸，妹妹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呀吧，哥哥都往嘴里怼出来，您才跟我说这东西是拿来上厕所用的。那我还没来得及啊，还没来得及说呢，你就叫我帮你拎这里拎那个。哎呦，没胃口了。哎呀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妹妹，你们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直播间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跟我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吹的。还有您妹妹，没事啊，我还没用过呢。你还没用过？嗯。哎呦，那还行哈。哎，不对，啊，您这洗手了没呀？没有啊。呸！您没洗手，那还不是一样的呀，妹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能弄得干净吗？啊，还有那棍子啊，棍子拿来干嘛的呀？这刮的嘛。我说了，你不看屏幕。哎呦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太谢谢你们了。哎，我这往嘴里怼进去，你们才说哈。啊，是不是？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！我都已经往嘴里弄进去了，你们才说这东西不能这样。真的吹得挺好的。真的吹得挺好。吹一个吗？我要不要再吹一个，嗯、妹妹？
您这把哥哥吃饭的心情都弄没了，哥哥还吹树叶呢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福袋要开了啊！福袋要开了，自己去领好吧？福袋要开了，左上角的福袋。哎呦，阿妹啊，啊那哥哥就方便去您家拿点吃的东西，不啊？啊，那可以的。可以是吧？啊，可以的话那就行啊。走吧。行吧，行吧。哥哥结束，阿姨们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！再给大家，您家往哪走啊，妹妹？往这边，你看我们。往那边走。这边好多鱼。啊、好多鱼。嗯。哎呀。我们就往那边走吧。往哪边走？这边太稀了，我怕你摔跤。哦，行，那走吧，往我后边是吧？嗯。行吧，行吧，走吧，狗子，走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人家是上厕所用的，你用嘴吹，我也不知道呀。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谁让你们不早跟我说呀？我这都往嘴里怼进去了，你们才这。哎呦，马后炮呀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你们可真马后炮呀。哎呀，感谢这个大哥。送的这小星星安抚一下我的小星星啊，看安抚一下我的小心灵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妹妹、啊、您这是您家？不是啊，您家都关门了。这没事嘛，可以往这里钻嘛。啊，可以往这里钻嘛。往这钻进去啊？啊，能行吗妹妹？这是谁家呀、啊、这来就行了。跟您来、嗯、哎呦，您带我走的这是哪门子路啊妹妹？哎呦哎呦哥哥，哎呦卡住了，妹妹卡住了。哎呦，帮我拔一下我的头，妹妹，拔一下我的头。哎呦，哎，妹妹，快快快，拔我的头，拔我的头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刚才卡住了，妹妹。哎呦，还有狗，这又有狗。哎呀，哪都有狗，哪都有狗啊，妹妹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这个头被您拔的生疼呀，妹妹，您这手劲可忒大了呀，这也太大了，您这手劲。哎呦。干嘛呀？又有人了，那是谁呀，妹妹？啊，是我弟弟。那是您弟弟啊？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左上角人人一百的福袋自己去领啊！左上角人人一百的福袋自己去领，好吧？哎呦，刚才卡住了，我这头卡里边去了。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哎呦，哎，妹，这是谁呀？您弟弟啊？您亲弟弟啊？哎呦，这满地都是啥呀？碎茶子。瓦片。哎呦，你需要啊？你需要？弟弟、嗯，我是从那个外地来的，我是个外地人，外省人。然后我来你们村子这儿拍完照片，您干嘛呀？我去拿东西。您去拿啥东西啊？我不跟你玩。您弟弟干嘛呢这？啊？您弟弟干嘛呢这？啊？这是干嘛呢，妹妹？他去上茅厕吧。啊？上茅厕。上茅厕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，哎阿妹、嗯、哎呦你们这边还有榴莲呢、啊、这，哎呦这不是榴莲啊？不是榴莲，这不是榴莲，这啥？蜜多罗啊？蜜多罗。蜜多罗。嗯，啥是蜜多罗呀？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啥是蜜多罗呀？你没吃过吗、啊、我蜜多罗是啥？这不是榴莲吗？哎呦我没见过，是啥呀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？哦，菠萝蜜呀、啊！哦，这是菠萝蜜是吧？感谢这米线姑娘送来的粉丝灯牌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弟弟，您啥时候站我后边的啊？我刚刚就来了呀。您刚就来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呀、啊，这！我带我二姐回家了。啊？您带您阿姐回家，您这也带带我呗。我这也跟您姐姐说了，我是来你们家吃点东西的呀。啊？你去我家干哈？去你家吃点东西，弟弟，您吃啥嘛？啊？你吃啥？那您姐姐说您家她家您家有啥吃的，给我拿一点吧。您姐姐说的呀。你要去我家借东西啊？你要去我家？你要去我家？对对对，去您家借点东西吃啊。没事啊。没事吗？哎呦，咋了，弟弟？您这眼神看哥哥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就啊？你就两手空空去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啊，那个他，我弟弟小时候生过病，他可能说话有一点不礼貌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嗯，哦，行，我知道，没事，妹妹，没事，哥哥理解啊，哥哥懂了，好吧，嗯嗯、哥哥懂啊。走吧，好好。他人很好的。啊，没事，妹妹，好吧，没事啊，走吧。
我弟弟，您听哥哥说，哥哥只是去您家借点东西吃，哥哥没啥恶意的，好吧？我直播间现在4000多个哥哥姐姐，他们都能为我作证，我是好人。你是不是偷狗的？啊？你是不是偷狗？我是不是偷狗的？嗯、弟弟，您说哪门子话呢？哥哥哪长得像偷狗的呀？这啊？看你像偷狗的。哥哥不是偷狗的，弟弟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哥哥不是偷狗的，哥哥是好人。我们村最近狗丢了很多啊！我们村最近狗丢了很多。您村狗丢了很多？嗯。您家你们村子狗丢了，不关哥哥事儿呀，这啊？我看你们。不关哥哥的事儿呀，弟弟。我看你像偷狗。您看我像偷狗的？嗯。哎呦，弟弟您别这样说啊！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这左上角的福袋啊，还有5分钟开，自己去点击领取，人人100的福袋自己去领，好吧？领到了买点吃的喝的，多香呀，是吧？哎呦，弟弟您等等我，哎呀，妹妹您等我一下啊，您等我一下。你看着像坏人啊？你看着像坏人？我看着像坏人。来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为我做证啊！知道主播是好人的扣波一啊！知道主播是好人的扣波一啊！咱老粉啊，给主播扣波一。证明一下主播是好人啊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行吧，行不行？对，好吧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一，看到没有？什么了？他们都说我是好人呐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二的吗？有二。嗯。二的那个二是二，他们意思是表达就是我是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人。最好的人。对对对，最好的人。没有骗我吧？哥哥是骗你干嘛呀？这弟弟。啊，那你要去我家是吧？对，我去您家。那行吧，行是吧，弟弟？那你，哎，哎，怎么啦？嗯，请问一下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您叫我郑，您叫我东东，东东就可以了啊，东东。啊，您叫我东东，对。啊，那你姓什么呀？我姓骆，我叫骆云东。哦。啊，东东，您叫我东东就行，好吧？行吗？那个，那你们，你对，刚才忘记问你们名字了啊，忘记问你们名字了。那弟弟，弟弟您叫啥名字呀？我叫挨刀砍。什么东西？挨刀砍。挨刀砍。嗯。啊，我叫玉香。您叫玉香。啊，可以叫我。你们不是亲兄妹吗？是啊。啊，亲姐弟吗？对啊。那为什么您姓玉，您姓挨呀？这。我们这边女孩子都姓玉，男孩子都姓挨呀。哦。女孩子姓玉，男孩子姓癌呀、啊。哦、您叫玉香。哦、他叫癌刀砍。啊、嗯。什么东西？癌什么？癌刀砍。啊、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懂了。他是不是在笑我？我什么时候在笑啊，弟弟？你在。我没笑，妹妹，我没笑。笑我弟弟。没有笑，我没有笑，什么时候笑啊？这。什么名字啊，哥哥结束说阿姨们，什么挨刀砍啊的啊？你是不是在背后说？没有没有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弟弟，您这，你们是带我往哪走呢？这是？带你去小树林爬树。啊？带你去小树林爬树。带我去小树林？嗯，走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。赶紧过来呀、啊！哥哥结束说阿姨们。你是不是胆小啊？我胆小啥呀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、啊？这走嘛啊？走嘛！你是不是害怕？我怕啥呀？我怕啥呀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怕啥？不是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不去了哈，弟弟。方便的，没事，走吧。你过来。那去小树林干嘛呀？你先过来。过来嘛。啊？你过来嘛。你个胆小鬼！我胆小啥呀？我这边走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哦，这边有路是吧？哦，我以为你们要带我去这儿呢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想啥呢，一天天的胡思。哎呦，这妹妹、嗯、您弟弟真叫挨刀砍啊？对呀、啊、你们这边怎么名字这样取啊？那您、您父亲叫啥呀？挨千刀啊。您骂我干嘛呢，妹妹？我没骂你啊。我问一下，您父亲叫啥？您为什么骂我呢？这我阿爸叫挨千刀啊。啊？我阿爸叫挨千刀啊。您阿爸真的假的？哥哥结束说，阿姨们，真的假的？我怕我憋不住。哥哥结束，阿姨，你是不是在笑我爸？没有没有，我笑啥？我没笑啊，我没笑。爸吗？我没笑，妹妹，你瞅瞅，
干嘛呢，弟弟？我没笑，我真没笑。他肯定在笑我啊，爸。刚进走了吗？嗯，走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还有40秒福袋就开了，赶紧去领哈！还有40秒福袋就开了，赶紧去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，哥姐，我怕我憋不住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，弟弟？我听见了。您听见啥？你说你憋不住了。我说我有点想上厕所，我有点憋不住了。我说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哟，我的天哪，这啥呀？这我们这边那个很多的吗？什么多？那个爬来爬去的那个。您别吓哥哥啊！你看着点，你走路你看着点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！你真的注意一点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他们这边的这名字有点啊，有点太。再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再给大家发个福袋。哎呦我的天，有点太潦草了呀，这名字取的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啊，是吧？你在干啥呀，阿哥？我在发个福袋啊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左上角人人一百的福袋发了，自己去领好吧？左上角人人一百的福袋自己去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走吧。哎，弟弟，干哈？那您，我问一下啊，嗯，那您爷爷叫啥呀？我爷爷啊，我爷爷叫艾万刀。啊？艾万刀。您爷爷叫艾万刀？嗯。好，走。这哥哥知道了，妹妹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问一下啊，我就问一下。啊？你是不是笑了？我没笑，我真没笑，弟弟，我怎么可能笑嘛，是吧？他在偷笑。我没笑，妹妹，我没笑啊，我没笑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。哥，你过来。我问下你啊。啊。你来我们这边多久了？我来你们这边差不多一个多月吧。一个多月。啊，一个多月。你知道我们这边这个叫什么？您考我哪里的？我问一下。你问一下。嗯。这不仙人掌吗？我又不傻，弟弟，您这。你管这叫仙人掌？这不仙人掌，这是啥呀？这。啊。你来一个月，你白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不仙人掌吗？哥结束，阿姨们。这不是仙人掌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连这我都不知道是吧？你个土狗，这叫火龙果。您弟弟，您刚才叫我啥？土狗啊。您叫我啥？土狗。别介意。哎呦这蚊子要把我吃了，妹妹。哎呦这蚊子。要不要我帮你打？太多了，你们这蚊子。嗯嗯。哎呦。蚊子是多一点。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我太饿了，我没办法，我那车又发不着。要蚊子都不咬我们本地人的吗？蚊子不咬你们本地人。看我穿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，哎呦这蚊子把我这叮了一个大包。你们这蚊子，我花露水都没用。哎呦，哥哥结束了，你们左上角人人一百的福袋自己去领啊。你过来嘛，土狗。怎么了？过来这里。啊？你，我再问你啊，你看这个你总知道叫什么了吧？你知道这个，我知道。你们先走。我看一下，你们先走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你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们先走着，我看一下。哥哥结束，阿姨们有没有知道这叫什么的？帮我一下，快点，不然他又要叫我土狗了。哥哥结束，阿姨们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在咬我呀？这烦得很，这蚊子，哎呦，有没有知道这什么东西的？哥结束，阿姨们，哎呀，这走了，你们这虫子，我真的服了，哎呦。我的天呀，这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咬得疼，是啥东西咬着我呀？这，帮你看看。嗯，后面这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没有啊。啥东西咬了？哪里？哪有？哪里呀？这，没有的嘛，阿哥。没有啊。那是啥咬的？哎呦，还有这，哎呦，我的天。应该是你被蚊子叮了。嗯，应该是被蚊子叮了。你们这边蚊子真的太毒了。那个叫哎弟弟，那个是核桃啊，刚才你说的那个是核桃啊，核桃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不是。你再猜一下叫什么？免桃啊。你个土狗，那叫母猪婆。叫什么？母猪婆。母猪婆。
什么母猪婆啊？啊？什么母猪婆、啊？那个你们汉话叫牛心果啊，牛心果是吧？你个土匪！哎呦，你比我们家的发财都还土。您别这样一左一句土狗，右一句土狗，大弟弟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！不介意我说他啊？你别介意我说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您家这狗子还会爬山呢，这。爬山狗。啊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。哎呦，哎呦，狗子。啊，哈，我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我感觉我来了一趟奇妙之旅啊，这村子里，才进来就。您看发生了这么多啊，先是被这狗咬，哎呦，然后又遇到这阿妹，哎呦，然后又遇到这个爱刀砍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啊，是吧，哥姐们，太奇妙了这趟旅程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这对姐弟真好玩，我也觉得啊，哥姐们太好玩了啊，牛心果，牛心果不是流心果啊，哥姐们，啊。为了一个女人连爸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怕，他骂你土狗了还是？不是哥姐们，这弟弟有点。快点过来嘛，阿哥。哎呦，走个路都慢慢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弟弟来了来了。这跟谁说话呢？我在这，跟各位哥哥姐姐们聊天。哎呦。哪里来的各位哥哥姐姐们？就你身后也没人嘛，啊？你身后也没人嘛，你怎么自言自语的？没有，我在开直播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跟直播间的人说话呢，啊？有几个人？有个2690个。2690。对，2000多个人，2000多个人。你叫他们出来给我看看。啊？你叫他们出来给我看看。我叫他们出来给您看看。嗯。弟弟，他们来不了，他们在。东南西北，在这五湖四海都有，离您这可远了，来不了。哎呦，是啥盯着我啊？痒的呀，这背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你们这边这蚊子要吃人了，妹妹。嗯。哎呦。到我家了吗，阿哥？啊？到我家了吗？到你们家了。嗯。哦，这是你们家呀？对呀。哎呦，好黑啊，这。太黑了嘛。没开灯。哎呦，弟弟。哎呦，小心点啊，妹妹。怎么了嘛？您家没人，就你跟你姐啊。啊。我阿爸阿妈他们在外面烤烧烤。哦，在镇上烤烧烤。哦，你阿爸阿妈在镇上烤烧烤。哦。烤烧烤卖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们基本都是12点才回家。12点。啊、哦。哦，就您姐和姐姐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行吧，那您这一楼是干嘛的呀，弟弟？一楼养大象的。啊啊！一楼养大象的。一楼养什么？大象。一楼养大象。啊、哦。哪来的大象啊？那里面。您家养着大象？哦，大象还有孔雀呢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呀，我骗你干哈？您家养着大象啊？啊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你没见过吗？哥哥结束，阿姨们想不想看大象？想的话，打个响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你有没有见过大象？我在电视上见过，这活的大象，我离近的我还没看过呢啊。那挺土的。哎呦我的天啊，您别说哥哥土了好吧，想不想看啊哥姐们，只有一个哥哥姐想吗？走吧，带你福袋要开了，哥哥结束阿姨们啊，左上角福袋要开了，自己去点击领取啊。嗯，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家的大象。想，哎呦，哪儿啊，你家大象在哪儿啊？给这个嘛，大象小象都有、啊、大象小象都有、啊、哪儿呢？大象在那里睡觉一群呢。孔雀，这个是小的吗？大的在那个那里面，你看，哎呦，大的在那里面呢。怎么了，王哥？您家的大象在哪儿？搁那。那是鸭子。那我们那是鸭子，弟弟。我们管它叫孔那个大象，它有名字的吗？您管这叫孔雀？对啊，它有名字的。我们一叫他就出来。弟弟，您跟我读啊，鸡鸡，母鸡。我知道是母鸡啊，你不用教我的吗？那您管它叫孔雀？那啊，我给它取的名不是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弟弟，您别拿哥哥开涮了，行不行啊？这啊，哎呦，我看你挺好骗的。您看我挺好骗的。
哎呀，哥哥结束阿姨们，这那什么东西啊？这，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！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呦，这干嘛的呀，妹妹？洗身子的呀。啊？洗身子的呀。洗什么？身子。洗澡的呀。妹妹，您跟哥哥说这是洗澡的。啊？怎么洗啊？你跟哥哥洗，不，你给哥哥，比划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是洗澡的地儿。是啊，我哦，正好我也没洗。你是不是想占我阿姐的便宜？我占你阿姐啥便宜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！哥哥姐们，这你们叫你们来洗，你们会洗吗？这？就这样，妹妹，那不是主要的啊，主要的您这儿没门呀，这啊，您这洗澡的地方都没有门，咋洗啊？这我们村子人少，你们村子人少，嗯，那人再少这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那基本都没有人会来，那您这在家您不方便吧？这您弟弟你们洗澡，哎呦，我的天哪。哎呦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！再给大家发个福袋。来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左上角人人100的福袋自己去领啊！已经发了啊，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啊！领到的话，买点吃的喝的啊！妹妹，要不这样吧，您听哥哥说，现在既然已经到家的话，您就上去给哥哥拿点吃的，拿点喝的，哥哥拿着就走了。行不行？上去嘛！啊，你上去坐，我上去坐。嗯，弟弟，咱不上去了。我阿爸会骂我的嘛？你阿爸骂你干啥？他又不知道我来。不是，我阿爸教我说，客人要是来家里面，叫他们上去坐一坐。哦，客人来到家里面要上去坐一坐。嗯，上来吗，哥？啊，走吧。上来坐一会儿嘛。上来坐一会儿。嗯。哎呦，这去不去啊，哥哥、姐叔、阿姨们？去打个去啊！我听说他们这一边。不能随便上啊，哥姐们啊！好，您打我，听我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哥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这能不能上？能上打个能上啊！因为我也没来过他们这少数民族的家里面啊，好吧，没来过，所以这上去我怕是说错话呀，这做错事儿让人家给嫌弃啊！啊，能上啊，能上，那我就上啊，哥结束了，阿姨们，能上就上啊！哎呦，今天加了点新的啊，今天加了点新的，别说是一样的啊。哎呦，那个，您家这楼梯还是木头的呀？啊？我们这个。您家这楼梯还是木头的？你没见过吗？啊？你没见过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。你没见过这种楼梯吗？我见过，但是这不会被我踩断了吧？这啊？怕啥呀？我都走了20年了。能上吗？可以上的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上吧上吧，哥哥姐叔阿姨们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地板都是开裂了呀！你们这地板都裂开了，妹妹。啊。这咋走啊？这手掉下去咋办呀？这。我们这都这样呀。啊？不会掉的。不会掉吗？哎呦，我的天，这它这个是缩水的嘛？你个土狗！缩水，对，您家地板玩缩水的呀？啊？因为我们刚铺的时候它是新的嘛，然后现在干掉了，不是吗？啊？哦，懂了，懂了，弟弟，懂了。主播露个脸，好，等一会儿给我做个心理准备啊，哥姐们，我被那蚊子咬得怀疑人生了。妹妹，您看我这后面这咬的是不是咬了一大包？后面这。啊，哎呦，疼的呀，啥叮的呀这？你是不是被蜜蜂叮了？啊？你是不是被蜜蜂叮了？我咋知道啊？我那我有这香吗？那蜜蜂都喜欢我哈。哈。太招蚊子喜欢了。妹妹。啊？妹妹，您看现在也到您家了是吧？您先倒口水给我喝一下吧。什么？您先倒口水。对，你要喝我的还是我阿姐的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说要喝口水吗？我说倒口水。
哎呦我的天，你看吗？我说让您姐姐给我倒一口水喝一下。一口水？对，不是口水，是一口水。一口水？哎，对，一口水也可以啊。你要喝我的还是阿姐的？倒杯水，一杯水行吧？哦，一杯水啊。一杯水，能听懂了吧，弟弟？您这伸舌头，您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我您别埋汰哥哥啊！我有的是吗？您有口水的话，您有归您有，哥哥不喝那玩意儿啊。我以为你要喝我那玩意儿，哥哥只喝自己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啊，妹啊，您给哥哥倒点水喝吧，好吧？哦，好，倒点水喝 啊。你坐一下，坐一下。行，哎呦，你坐吧，坐吧。哎呦，您家这，哎呀，嗯，什么东西？啊，阿哥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哥哥，我从哪儿来啊？您听哥哥跟你说啊，哥哥从哪儿来，还得从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故事讲起啊。就是我，就是在这个抖音上啊，天天刷到你们这边有很多主播来你们这边寻找。